几百块好，你钱买好，别墅，信帮不我看信？一下，这能不能值一个别墅钱？准备在老家盖一栋别墅，买个地皮。买地皮，你老家哪的？老家是郑州的。郑州现在这个地皮买不了吧？你如果是那个郊区的话，现在应该也就那你你帮我看一下。用这么多，就是想整个别墅是吧？对对。那我给你瞅一眼吧，好吧。这是红轮船啊，这红工厂，红色工厂，这5块的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儿，也就这个值个1万多块钱儿，给你12000吧。你一这张个，12000。对你这12000啊，这是尾巴的啊，尾巴的，也就是尾巴的才给你都做到一个12000。你其他号码不好的话，可能也就，是吧？也就跟那1万块钱。这给你12000啊，嗯，其他的呢？然可以看一后下。这是100的这个，这个尾号码就带四了啊，号码带四这100币，相对来说，反正这个100的给你，也给你12000吧，因为这个红色工厂在100币里面它是那个16珍品啊，16个珍品之一，然后它这就是比较少那个，这种也给你按12000这个啊。这两个价值是相当的。对对对，对，它价格差不多都啊，你看这个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这是耕地啊，耕地与工厂，这个也是啊，给你这个稍微给你高一点吧，这个给你按13000啊，好吧，再给你按13000。行行，你看其他的。哟，这个这两个是一样的啊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这个尾巴呢12500啊，你加500块钱这个。看到没？这个给你加500，一张加500，这一张给你加，就这一张给你加500。这个号码是尾号带8的啊，就是数字。咱们这个对，收图藏个的话，吉不利，是对对吧？图个吉利。这200元的歌道，200元歌道贵一点，给你按20000，这是49年的啊，这个品相保存的不错，好吧？这给你按20000啊，你这地皮买不了了，美女。买不了了，你帮我看一下嘛。这个给你按20000啊。这个收割机啊，这个收割机贵一点，这个收割机给你按26000，26000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个可以，1234567890，这个不能给你按26000，这给你30000，因为这个是乱龙号，这个乱龙，俗话这个。你们可能不懂啊，但是实事求是，因为你要是我要是蒙你，到时候你回头来还得找我是吧？这个是乱龙号，给你按30000收，好吧？反正我也不懂，你反正老板，你可不能忽悠人啊！我就说啊，这个是乱龙号，这个号码按号码来的话，给你加就是3万块钱给你收了啊，还有2枚这个是吧？还有两对枚这对。个啊，这个6年的啊，这个6年的。6年呢，也就能给你做到5000块钱吧，做到5000啊。这1枚5000。对对对，这给你按5000啊，5000啊，这枚给你按5000，6年的啊。这个光绪元宝也是啊，也是1元的，这个边尺可以。这个能给你这样吧，这个给你按12000。你这个真的假的？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的，因为这个少啊，这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军阀币比不较是，贵一点我啊。看别人收藏的，有的个别的地方，他说这个带龙的，它是很稀有的，一枚价值百万的，你这一也百带太万，低了吧？给你12000不低了，你这个到时候问的话，你可能也就给你个5000块钱都那啥了是吧？那你看吧，那。你要决定呢，要出的话，我就给按12000收了，然后，这个是6000嘛，然后就是1万8嘛，是吧？这2枚是18000啊，你看行不行？行行行，你直接给我转账吧。那可以，那行，那这边我就给您转账，好吧？行。
哎，老板，哎，你好，我带回来好几张的好货呢，你给我看一下，好几张好货，来，多好的货呀，你看一下，36的，36是不是豹子号？哦，全是豹子号绒，对，去乱了怎么？我整乱了应该，大下乡，大桥，这是什么？都是豹子号，拖拉机，来，机友们你看一下这个啊。你这个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302，10张豹子号是吧？对对对，现在这种货可不多见啊，像这种货，这什么价格？想卖多少钱？问过价格没有？你心理价位是多少？这是我买的，我肯定知道心理价位。我买的时候多少钱？你看你给多少钱吧？3800行不行？这一起吗？不是，这一组。我一起3800，我立马拿走了都。不会，这一组，你先3800我算一下，把那几人给我算一下。行，我看看这个好吧？3800，你记好啊。行，3800。然后这个36，37，687在这儿啊。31、23、34、56、78、90哦，这是10张，也是标识呗？对，也是标识，没错。我买的时候都是咱们说的标识哦。10张，这个价格不高啊？你豹子号子怎么会不高呢？你像这种，我知道，我也懂一眼。你这不是豹子号的话，它不值钱。你这豹子号标识的，你这值得一点。对你这种的话，像全新的，不是豹子号，普通的，也就是在16到17左右一张。你这豹子号的话，给你按200行不行？这么多200吗？不是，这10张2000啊，10张2000，你先把这个算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对一下我买的价格，你再算一下你给我的价格。行，这2000两节，就你按200一张，好吧。打桥31、32、34、5，有5呢，在里面吧应该啊，5、6、7、8，都是标识90哈，标识报的号，对，没毛病，这个最起码这个贵啊，这是比这个贵，这样的话这个2500吧，2500，对2500，我算一下2500。8300这不行，这价格不行。那8300还不行，你一枪要多少钱？8300不行，我去对面人家给了8600，你8600啊？对呀，我刚问过一家，又跑到你这儿来的。8600，你这样吧，你也别8600了，我给你加500吧，8500，你别8500了啊！也不是第一次给你货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然后人家给我8600，我也不赚了，你也给我8600就完事儿了。你给我8500，我肯定拿着人家的给人家了，对不对？100块钱的事儿，人黑姐拿走啊？对啊，那我肯定拿着，人家给860，你给8500，咱给8600，哎，8600行啊，也不多垫，这种货，不多垫，这8600你也给8600，我可以就我不给咱们不就完事了嘛？行，那8600那成交吧？哎，行，你转账给我吧，好吧？那转账，行，好嘞，好，收下啊，好的。为了女儿读好，你书，好，拿来收藏那的我纸看一币变现。下这个能值个180万吗？180万，3张啊！你三张，你给我要180万啊？这要不了。不是你这个你从哪弄的这个？这个你别管我从哪儿弄的了，你就帮我看看这值多少钱嘛。不是闺女要出国留学嘛，然后准备给她置办点那个。那行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啊，流氓不看岁数是吧？嘿嘿，哎，这个我就不管老了啊。板贼就是哼。但是啊，这个说清楚啊，我给您收了啊，可以。但是啊，这个后续的话，我就，是吧？然后你这个，我就先你看一这张，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面，这是那个大黑石啊，大黑石，这是10元大黑石。这一张的话，能给你做到一个25万吧，像你这种品相25万，你这个国徽我看一下国徽啊。有国徽的水印，但是颜色也比较正啊。这个给你25万，你看合适吗？25万，对，大黑石嘛。大
黑石这也是在别的地方也有了解过的。嗯，因为大黑石好像最低也要八九十万的吧？八九十万没有那么高啊，真的没有那么高。是不是你这个二十，我再给你加一万块钱算了啊，给你加一万，好吧？你这给的太低了，你这稍微不，这个不低了，这个25万块钱，好吧？这一枚给你二十六，好吧？咱凑个整数38万，好不好？那你这个整数也挺整啊，就这样啊，26，你看行的话，我先给你报完价，你合适您出啊，不合适您可以再问问也行，对不对？咱们这个都是这样子啊，这个给你26，然后还有这两枚。这一枚是一个驼运，这是一板币啊，一板币驼运，这是52、51、513贯的啊，100元。这种的话能给你做到15000吧？15000。对，你这个也就现在也就这样15000，你看行吗？这个15000块钱。差不多了，真的，现在行情价就这样，我就出手，也就是16000到16500，是吧？这个我多少要挣一点，是吧？行吧。那你再看，给我看其他的。那行，那你这一张是200元的长城，这给你按2万块钱，多也不说了啊，2万块钱，行吧？这一张2万。对，这一张2万。1949年的，这是一板纸币啊，保存这么好的话也就2万块钱，你就三张30-40万块钱吧，26、30万不到，就给你按30走吧，好吧？30万，这对也就给你按30万走可以了，真的美女。40万行吧？啊、不行，40万你张口10万块钱，40万差不多了。张口10万块钱真的不好挣啊，哪有10万那么多呢，是吧？你这样吧，也就30万，我给你加1000块钱吧，加1000块钱的路费钱，行吗？那行吧，要不对不对？不是现在急需闺女要出国留学的话，也不是过来卖，家里面自己也有收藏的。哎、这个你别这样说啊，这个不是，我真的不是坑你啥的啊，行吧？这是30万啊，30万1000，好吧？30万1000啊，这样吧。行，那你帮我收了吧。你转账哈。嗯，好，直接转账。